边呢，就是我联系一下我爸我妈，然后问一下他们，然后再次再下棋的问一下我的粉丝们，他们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考虑一下，反正加了微信，明天好我们联的，系嘛。好。如果说有这个，如果说下来我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明天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们再干嘛干嘛，对吧？就是那个啥嘛。如果说不 OK 的话，我们就反正就当朋友嘛。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反正我的蛙姐啊，你们也是好闺蜜，我们有机会再见，好不好？嗯，好的，不着急，你现在就按考虑一下嘛，我明天再打呼也可以。可以可以，那这边，那你要走了吗？还是再玩一会儿？你看，我可能要先那个，先要撤了是先吧？要出去一下，对，要撤一下。可以，你可以先工作啊，工作之后，然后咱们再联系。好的，那我刚才我加了你的微微，然后我向我的家人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们，等一下我那个啥了，我明天跟你说嘛，我给你发信息，好吧？好，OK，那这边我就，可以，那就慢点哦，我就先走了。好，给大家你看一下你的身材啊，确实真的很有点高啊，个子挺高的，那就你慢一点了啊，好。我这边就不送你了啊，那好个，的，你先忙。你那个拜拜，好，拜拜。拜拜，慢点啊，哎呀。这个，哎呀，家人们，我人生第二次相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上次那个好多了啊，这个确实有人家也有一定的实力，也有这个身材有身材，人才有人才，啊，颜值这一块的话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确实有实力啊，这个不能不佩服啊，咱们做人对吧，出来会被打要立正，有些时候啊。该认可的时候还是要认可，他确实很有实力的。但是话说回来的同时啊，你们不要为我安慰喜不喜欢，你们先告诉我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吧？等一下我跟粉丝们，大概的一个，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有时候自己不知道，我有时候我自己都迷茫，知道吧？所以我喜欢为我的粉丝们，二一个，等一下我会直播下播之后，我会打电话给我爸我妈。啊，然后呢，我把照片发给他们看一下，然后骑快给他们讲一下，我说有那么一个女孩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对吧？我会为我爸我妈，好不好？如果 OK 定下来的话，这个事情我也会向心的去了解别人，了解对方，对不对？如果说不 OK 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知道吧 对，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了。如果 OK 的话，咱们就。就下棋了，明天去请，我请他，明天我请他吃饭，对不对？我们不能吊着人家，对吧？毕竟加了微信了，不能吊着人家。我们晚上想一下，确定之后，明天还是要给他发个信息，对吧？我们确定之后，如果说我们觉得 OK，我们就联系他，约他一起吃饭，对吧？看看电影，对吧？至少要相互多接触一下，对不对？如果不 OK，就没有必要去打扰人家了，是不是？来，这么的，直播间2200人，马上3000人了。告诉二位，O 不 OK？你们觉得巴不巴配？O 不 OK？OK，OK 扣个一；不 OK，扣个二。我听你们的，我需要的是直播间成交80%，知道吧？80%的人都觉得 OK 就 OK，不 OK 就不 OK，好吧？对，觉得 OK 的扣一，我看看有多少人。有1000个人没有？来，直播间2000人有没有1000个人扣一的？来，公屏上，对，我听每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建议，好吧？你们觉得 OK，我就下棋的去了解，下棋的去接触；不 OK，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不打扰别人，好不好？确实也还是挺有格局的啊，挺有格局的。人家，对吧？一上来就给大家展，对吧？他是做什么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了，对吧？这个蓝牙耳机，我觉得 nice 正儿八经的。我不知道哪些粉丝抢到了刚才这个蓝牙耳机，我觉得特别的 nice。我也是一个懂，
有品味的男人，知道吧？但是我觉得正儿八经可以啊，这个已经人家已经做到位了，对吧？我这么的扣一的，这么的扣一的，都扣一点好不好？都扣一点，对不对？都扣一点，我好去决定，要么就少扣一点啊，只有两个选择，扣二的，扣一的，现在明显的扣一的多，扣二的少，来再次给我扣起来好不好？扣一，一和二给我扣起来。啊，没有关注主播的，没有给主播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个加号啊！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大号被限流了，所以我都没有用大号直播了，也没有用大号那个啥。以后更新视频也好，直播也好，都会用这个账号啊。这个账号是我的，大家给我点个加号。对这个地方啊，比如等一下我跟刚刚这个小姐姐有结果的话，就接下来比如一起吃饭啊，或者到时候一起解锁相互了解，我都会。直播啊，都会用这个账号直播，家人们没有点加号的点一下，谢谢。然后再次给我的把一啊，英子姐点点加号啊，是特别 nice 的姐姐啊，今天给阿伟跑了一个跑程是吧？谢谢，感谢啊，感谢，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英子姐一直以来，对吧？啊，就是嘛，我阿伟相亲的同时，我为什么开这个直播？因为直播间叔叔阿姨们都是我爸爸妈妈，对吧？我有时候我相亲也好，各方面我的权。我的权利在我的粉丝们的手中，我粉丝家人们觉得 OK， 我才会去做，知道吧？我不可能去哪里见个美女也好，我带着我的爸爸妈妈，知道吧？这样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我带着我的粉丝家人们，这样对吧？我的铁粉，什么叫铁粉？铁粉就像我的，就是比较我的就是朋友和亲戚，那亲戚。七七和家人，那就是家人，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像我们把一姐姐啊，英子姐姐坐在把一上，就相当于就我的爸爸坐在旁边一样的那种感觉，那种意思，代表那种意思，知道吧？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所以今天啊，我的铁粉们都来了，我也是比较开心的啊。对，咱们家人们没有给主播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个加号，谢谢啊，谢谢点赞，谢谢。直播间2000多人啊，这个今天晚上扣一的不少、啊。平时我上次我相亲那个啊，家人们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今天这个都支持哦，啊，人家确实身高特别高，比我还要高，我只有1.7米，1.72米，1.75米左右啊、哦，穿个皮鞋什么的就1.75米左右，刚才那个直接穿个高跟鞋就超过我了，就这么简单啊、哦，女孩子比我高的我个子也不矮，家人们你看一下啊、哦，我个子也不矮，这腿长了，你看这，对吧？我个子也不矮啊，但是这刚才那个比我高哎，我操，人品好的，上次那个哦，他给我吹了很多牛，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有那么，上次我相亲的那个你们知道吧？你们认识吧，家人们，那个特别怕，嗯，完了以后那个有点不符合我的气质哦。如果说我跟他一起去逛街的话，人家会觉得哦，阿伟这个什么眼光，跟这个人。对吧？你不可能为了这个东西，你这不能突破你的底线啊，对不？那一个不行，真的不行啊！不是说我现在在他说后面说他坏话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也不是说他坏话啊，确实配不上我啊。我觉得虽然有没有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存在的，但是你至少那颜值方面对吧？这气质这一块还要过得去，对不对？那差距太大了，那。反差太大了，那不行啊，对吧？对不对，家人们？说实话，我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实力，但是我阿伟也我喜欢低调，但我也不是很差的一个人，知道吧？说实话啊、哦，但是我不喜欢吹牛，也不喜欢抬高自己。我觉得最真诚、最普通才是最真诚的，知道吧？刚才我说的很明显，我说我离过婚，对不对？我说我家庭条件怎么样？我都说的最OK， 对，我不喜欢这样子啊、哦，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我说到这种地步，人家还要喜欢我，选择我的话，我觉得真的是 nice 真诚啊、哦，对不？对不对，家人们？所以说我不管每次相亲也好，不管跟朋友交往也好，我都是比较对啊、哦。那牛不是吹的啊、哦，这个我确实我的实力啊。哦大家多多少少也了解一点，对吧？对吧？
但我一般我跟人家说我有车有房吗？我说我有楼催的土房子，我有车吗？我有那个自行车电瓶车，我都是这么去讲的，我没有说我这样子的，对不对家人们啊？房子谁给你介绍的啊？汪姐啊，汪姐，汪姐大家知道吧？我的那个大号，大号的视频里面大家看到过吗？汪姐就是上次我去那个啥乐山大府的时候，白乐山大府的时候就碰撞他，然后呢他把他的手机给弄落了，然后后面我给他买了一个新的，然后通过这么认识了之后呢，他觉得我阿伟这个人品好，因为为什么说我人品好呢？就是他手机落了，我确实也可以给他修，啊，修那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啊。但是呢，我觉得耽误人家的时间，知道吧？因为他也是做事业的，我看得出来啊，是一个做事业的美女啊，所以呢，我就给他买了一部新的手机，所以他觉得啊，我这个人也比较忠诚忠义啊。所以呢，就是接下来之后，后面我也有，我觉得啊，就大家都在一个乐沙，在一个地方的话，就是我这个人我比较喜欢就跟这个有梦想的人打交道，知道吧，家人们？有梦想的人打交道的话，我觉得我的将来会就是各方面会成长，知道吧？所以我就跟他就是认识了，然后之后呢，他就知道我是单身嘛，然后呢，我也跟他讲过我之前的一些感情方面哦，就是我跟汪姐也讲过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方面，所以说他也知道我就是可能有些放不下，所以他也想让我就是振作起来，就是有新的这个感情才会放下以前，这个呢确实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管男的女的啊，只要你分手了之后呢，就是你会有新的感情，才会忘记过去，才会放下过去的事情。如果说你不进入这个新的感情的话，你就放不下，你还是想到从前的那种，知道吧？所以说你放下以前的一切，只能走进下一步的感情。你们说阿伟说的对不对？对的扣个一，来直播间两千人，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话扣个一。所以汪姐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姐啊，她通过那一次之后，她就觉得我这个人品不错，然后呢就是平时她需要，她觉得她能做得到的地方她都会帮助我，包括我那个酒店谈那个酒店的生意的事情，她也在帮我处理，知道吧？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感谢汪姐啊，包括今天这个跟我下棋对象这个姐姐，人家确实也有实力啊，也有 number one 啊，也是她给我介绍的。我觉得能不能走到一起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人家确实给我介绍了，知道吧？人家确实也有这个啊，确实有这个实力啊，各方面的颜值有颜值，身材有身材，W 有 W， 知道吧？实力有实力，所以这个还得是感谢汪姐啊，就是特别感谢她啊。能不能走到一起是我们的事儿，但是介不介绍是她确实介绍了啊。对，因为她的资源比较那个嘛，资源比较丰富嘛。谢谢。废话太多了，那我不说话那就哇哈哈了吗？那你看我看你，那就一起喝哇哈哈了吗？那我直播我肯定要说话，对不对？我不说话那我坐在这里这样子吗？那你们看我帅气吗？帅气也不是那么的帅，对不对？是吧？比我帅的太多了，是不是？先了解，对对对，先了解嘛。对，但是我肯定是要等一下会为我爸我妈啊这个为粉丝们也是一个重点啊，但是呢也会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干妈，还有我的铁粉们都要为的，知道吧？因为我不喜欢我娶个老婆我的身边为我好的人不喜欢这样子，我会很被动，知道吧？我想娶个老婆是什么样的，家人们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哦，阿伟你的老婆 nice，OK， 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知道吧？每个人都讨厌，那这搞什么呀，对不对，家人们？是不是？我不希望我娶个老婆，这个也讨厌我老婆，那个也讨厌我老婆，你阿伟的面子都不给，那就搞什么？这个老婆还拿来干什么，对不对？我需要的是每个人都喜欢，知道吧？粉丝家人们，再次给我确认一下，好吧？我等一下下播了就没有办法喂大家了，再次给我确认一下，好不好？你们说 nice 不 nice？nice 扣一，我们两个搭配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扣个一，如果觉得他配不上我或者不合适，扣个二，好吧。
哇，这么多人扣一，这么多人扣一是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是看上他哪一点？告诉我。啊，这么多人扣一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是觉得他有这个东西吗？有猫咪吗？猫咪这个咱们不谈，我阿伟不求吃不求穿哦。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谈，咱们先谈人皮、颜值等等的啊。我找老婆，我从来不谈这个啊、哦，不谈物质的东西。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啊、哦、，Number One。但是我阿伟不谈这些啊、哦。你们再详细的告诉我一点，你们扣一的家人们是看上他哪一点？是长得漂亮吗？还是各方面？好不好？我详细的了解一下粉丝们这个啥啊、哦，有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这个先放旁边，好吧？对，今天相亲我让大家也帮我参考一下，好吧？人品好，啊，颜值这一块的话，身材好啊、哦，不怕不瘦，啊，这个个子高，对。然后其他呢就是颜值这一块，哎 ,nice。嗯。还有其他呢，这个人品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啊、哦。他是一个毕竟人家是一个老鸨嘛，对不对？人家确实事业做的那么大，肯定说话这些方面啊、哦、也是有点那个啥的。啊，对吧？咱们不能把他看成那种温柔善良可爱的女孩子那种方式去对比，知道吧？咱们要看看她这个霸气和气质这一块好等等的，因为她是做事业的，她旗下那么多公司，对吧？那么多事业，她肯定是有那种霸道总裁的那种气质哦，而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可爱温柔，对吧？安伟哥，哎呀哎呀，那种不是那种啊、哦、OK。明白吧？人才也可以，颜值也高，生意优秀。谢谢谢谢点赞，谢谢。来，没有给主播点加号的，给主播点个加号啊！这个位置啊，给主播点个加号。对，接下来主播都会用这个账号直播啊，大家给主播点个加号。对，我想提提我铁粉们的意见啊，提提大家的意见啊。对，然后再次给我们的英子姐啊，我的好姐姐点个加号，谢谢。阿伟再给阿紫一次机会呗，哎，家人们，有些东西我们不说那些离谱的话，好吧？我跟阿紫是哥哥妹妹的，我说到就是做到的，知道吧？我阿伟是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那种。我们是兄妹之间，那天我去，我还没有去看他的头时，我都说得很清楚了。家人们啊，首先第一，我跟阿紫认识也有这么久了，对吧？不认识也认识，不是朋友也是朋友，这么多年，对吧？这么久了，包括再说了，我跟粉丝们认识都是通过我跟阿紫认识才。认识了这么多粉丝，对吧？那么这都是缘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非要在一起才能做朋友，对吧？这个缘分不在一起也可以做朋友的。我去看阿紫的目的，第一点是这个点，第二点的话，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对吧？见个面一起吃个饭，我作为男人我有格局，但是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对吧？那种，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作为男人，对吧？我作为男人，我作为哥哥，我应该要就是稍微主动一点，对不对？啊，毕竟很久没有联系，没有怎么那个啥了，都会那个有点不好意思那个啥的。啊，然后呢，就是我去的同时，我也跟大家粉丝们说得很清楚啊。首先啊，我跟他是哥哥妹妹，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很多粉丝家人们都希望我去看一下阿紫，一直在强调，所以呢，我也是完成了一个。